就像之前呢、哦，整个中信兄弟这边的剧本一样，上个半局呢，其实统一有非常好的一个得分的机会，都已经兵临城下，不过结果不太一样。对，这个结果就是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跑者在整个一个观念上的一个不足哈、哦，那造成这样的一个伤害啊。哦，其实，在这样的一个跑垒的一个动作上，其实在训练当中哈、哦，教练也是这样子不厌其烦的在督促。这边先来看一下、哦、这一球，林威捉。真的是不一样，威助啊！一上来啊，第一棒全垒打，吼吼！第一球选择触及，所以今天中信兄弟向队史的第一支全垒打也出现了，林威助敲出来的，哇哦！刚刚好过了全垒打墙哦，非常精彩啊！这边再来看一下慢动作的一个重播，哇，还是打反方向，是的，整个手腕的应用上非常好啊，刚刚好是飞过了325尺。